大家好，咱们剔肉这个刀啊，这会磨要想快，对吧？会磨，咱们还得会杠，会杠，再加上咱们会用这个刀，才随心所欲，才用的特别舒服。这大耗子味儿，看剔这个排骨啊，你看，看这个排骨，颜色真好看，是吧？嗯，这肉不肥不瘦的。对，其实这是冷鲜肉啊，我跟大家说，其实是冷鲜肉。这大排骨。对，这个肉的温度在0到4度之间。带点猪蹄儿。冷鲜肉要比这个鲜肉稍微好剔一点，因为它这个肉的温度低一点，这肉紧实。对，肉紧，它这个肉温度低了以后，这肉就好剔。鲜肉太软不好剔。嗯，来往这看，剔这个后腿，先把这后肘拉下来。紧贴着这个尾骨，哎，下来了。嗯，咱们这一片猪，哎，1分钟直接剔完了，特别省事。所以说，咱们这个刀必须得好用才行，刀不好用不行。好了，来，大家看一遍。好了，这个猪，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好了。